电子不可能一克一换的，但是我们床单都是一克一换的。他把所有的床单被罩全部给我掀开了，检查的话怎么可能呢？我床单被罩都是新的。我说我把昨天的房费全部给你免了，他叫我赔他3到9倍的房价。而且他那个垫子不是说在正面，床尾一点点。我们100多间房，可能我们阿姨没有看到，我们都已经更换掉了。